喂，在哦，我在附近了，我快到了。哦，对了，拜拜。啊！你杨克尼对啊？哦，是伫咧遐啦，你找看卖啊的啦。哦，是遮哦。遐吼，我来处理就好啦，你紧用用的，紧处理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好啦，交予我啦，紧处理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好。好菜哦，炒好啊！啊，咱鸡汤哦，该全细扒火，搁滚就会使啊，吼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。啊，哎呦，惊死哦！你来这么回来啦？先去洗手啦。来啊，吃饭啊。加吃寡菜啦，吼。啊，叔叔咧？去参加阿祖爷了啦，告别式啦。最近哦，咱村仔内哦，足侪人过身的。你嘛加食寡啦。阿姐啊。嗯。妈想要甲剃头店收起来。阿姐。
凯杰嘞？伊伫楼顶啦。啊，你嘛去楼顶甲送换换啦。凯杰，凯杰啊，啊你妈妈有切水果啦，留来吃的。来啦，吃鸡汤啦。啊，你吃未？我吃啦。凯杰心情不好哟，哪会假的拢无用啊？可能我甲伊讲吼，剃头台要收起来，伊心情不好吧？还是你去考虑看卖啊？凯杰啊，来吃水果啦！凯杰，凯杰，凯杰啊，凯杰，杨凯杰，凯杰啊，你听我讲，是不是你叫我妈把理发店关掉的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敢有替恁母啊想过啦哈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多重要？你根本就不会了解。对啦，我无了解好迄个所在哦，对我重要啦。啊，不过你有考虑过恁母的感受无啦哈？你毋知恁母做多忝哈？你敢知恁母啊吼，啊生理无？你也不知恁母啊，做甲安尼哦，身体愈来愈歹啦，哈！你也不知恁母啊，不你敢唔敢甲伊经店的收起来啦？你甲伊想看卖啊啦！
口凯杰讲啥？妈，嗯，你帮我洗头好不好？你哦，哈大汉啊，搁爱洗奶？哪有啊？好，妈叫你加洗干哈。妈不知道在想啥，哭哭的。这个想要干嘛？
道的，我觉得搬来这边住蛮好的。对，说跟妈妈怎么办？搬台北那么远。